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欣赏非常精彩的相声演出。晚上呢，小宝贝家请出我们嘻哈包袱最坏的一位相声演员。他们俩呢，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威廉组合，是由梅脖子的王维和小面组连续组成的。而且呢，他们非常小的名号，这个不坏不王维，很黄很连续。那马上我们就有请王维连续，我们的来传统相声铃铛鼓，我们掌声有请二位。我买了80后的孩子，都不容易。哎，很多朋友问我，说你看你生80后，你想起来那种嘻哈包袱裤？没这问题，你怎么回答？实话实说，我们说的，因为我们慢点儿，我就跟相声走到一起，而且呢，当年我这些人当中，有些是发小，一块儿长起来的，老北京。都有谁呀？你看有谁呀？高晓松、邵掌柜、刘宪超、小天的搭档，连续还有你，一块儿长起来，对，全都认识，在医院门口。连续上路啊，反正都是宏观的。记得有一个学校采摘，劳动课，咱们今天去采摘啊，采什么吃什么？那会儿就流行这个嘛，大伙去是啊，都是穿什么？那小潘有能收获吗？跟这洗苹果呢，这就问他啊，小潘，什么呢？洗苹果。采苹果，高晓攀爱吃苹果。刘宪超啊，这是洗桃儿呢。对，是问的呀。小超，什么呢？小超怎么说？小超，采桃儿。小超爱吃桃儿，我爱吃葡萄。对呀、在这洗葡萄呢。我是问的。王维，什么呢？你怎么说？不是，洗葡萄。没事，葡萄。哎，他爱吃葡萄，采葡萄嘛。哎，到他这儿，我怎么了？洗布鞋了。是不是连续洗什么呢？我怎么说的？一老我洗不鞋的，我踩屎了。踩了什么吃屎？那玩意儿我咽得下去了，记恨了，我没吃过。说这牙怎么这么滑呢？这是和大便呕的。十万块钱是那块，那没有这方面，啥什么关系？尤其我啊，对对，跟他们俩关系比较微妙。啊，多微妙！你属于什么？你属于什么？你在这儿。不同母啊，对对对对，但是义父来了。亲咱俩有什么关系？不同母还义父，这不就是谁也不认识吗？还义父，有个干爹，哎，这地儿别抄了，见地儿就走啊。没共同的干爹啊，你这么个义父啊，有对哥俩关系特别是不错。你说咱哥俩的关系啊，我有点好事，嗯，应不应该告诉他？应该分享啊，啊，现在都讲分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遇上好事。您遇上什么好事了？我发了笔横财。哦，这是天大的。钱也不多，多少钱啊？20万。不过这笔横财还不少呢。你说我20万，那算可以了。你看，可以了啊。这觉得多呢，是条件好。这属于什么条件？我什么条件？以上不足啊，以下更惨。我到底什么生活状态？我20万不是我，心情高兴。
兴，嗯，谁白给你20万就怎么着？不能白给。就是您为什么得这20万呢？就我研究一课题。哦，研究课题，出版社都发表了，这是新课题，稿费是20万。什么课题呢？课题也简单啊，是秤砣啊，秤砣，它为什么能响？您听这案子。这20万块钱拿到手了吗？拿了，前天交一头五还花了啊！赶紧借钱还上去啊！你这算诈骗呢？不信吗？我不是不信，嗯，我把不信搁在小哥上了，我忒不信。不信的，我这是不可能的事儿，不信。不信你们家都得死。我信了，大哥。不是我强迫的吧？我自愿的。抬杠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不跟您抬杠。我觉得您这，我那么我长这么大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就是不信吗？我信。人家死光光了。这咱不说胡说八道，心里开河不平。我听您这话，还有因为所以科学道理。正哥的瞧见过，那你还见过秤砣？看见了，不看见能显着？那你跟哪儿见的？头几年，啊，我去郊区旅游去，开车走了个盘山道，是啊，在我车边上，啊，过了一辆牲口拉的车，牲口拉车，牲口大伙都知道，牲口拉车的，哎，打我车边就过了。您说牲口别乱指着我，我有您牲口拉车呀，哎，到边上坐，这好呀，还有人能挂图的呢，我说牲口知道吗？牲口知道啊，牲口知道，牲口知道，那牲口能知道？牲口能知道，牲口知道就行了，哎，牲口不知道。牲口你知道不知道？行了，牲口拉车这事儿你知道？那么别扭这话听的。哎，有一牲口拉的车啊，怎么了？然后我车边过，是啊，在车前的底下啊，挂了一这么大个儿，怎么样？黄铜的秤砣，黄铜的。这车一走，啊，这秤砣呢，咣啷咣啷的响。啊，你这天没见过新的，这铜的。您要是。我多少多钱呢？您说这车原底装这么大个黄铜的，嗯，秤砣，对，这车一走，它还哗啦哗啦的响。是啊，那是秤砣吗？秤砣呀，那是铃铛。铃铛，你长一木耳是吗？木耳说话呢？那叫铃铛，有专用名词啊。这还有专用名词呢？开道铃。什么叫开道铃？你说你跟这盘山路见着他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胳膊肘弯，对面来车看不见。嗯。装个铃铛，车里走铃铛，哗啷哗啷一响，知道对面来车了，把车拖到旁边，让个车里等着撞到。开道铃。哦。你肚子里有蛤蟆呀？不是，我明白啊，就跟咱们这个汽车的喇叭一个原理。啊，撞。对，叫开道铃。是。你可以问，对啊，这不问你说会丢人现眼，咱就把20万还了就完。这咱们出去就不怕了，对对对，这嘛，对，都头些日子啊，没事溜达溜达，是啊，该走了啊，去那个北海公园，在那儿看日出，我拉着你媳妇儿去了，买了一张学生证出来了，到哪儿了？北海公园，跟谁去的？媳妇儿，跟谁媳妇儿啊？你这好大的忘性！刚说的是我媳妇儿啊，不能！哎，咱不吃这亏。那我吃亏了、啊。你拉我媳妇儿到北海，你还吃亏了、啊？那你没说清，您说准了。带着我媳妇儿，带对了啊！去了北海公园啊！北海公园呢？怎么了？北海白塔，有个白塔，又高又大，是又滑又白。嗯。
在塔尖儿上啊，我看见一圈铃铛，有一圈大铃铛，这有名的，这有名的，这叫开塔铃。你想在哪边咱好遛狗啊？啊，工人人多爬撞上，是的、啊。尤其上那个上白塔寺，他上那个白塔寺来的。后来后来可不是被撞了，开塔铃。我明白你这意思了。你说这个北海的塔尖上有一圈铃的，是啊，这叫什么铃啊？这叫开塔铃。为什么叫开塔铃？对，因为北海的白塔好遛弯儿啊，是不是？他怕撞人呢，这人多呀，尤其是怕撞北塔寺的白塔，那一整圈人都出去溜达不吗？这么让开点吧，谁也别撞上人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学的真像。你少开点动画片好不好？什么呀，动画片？别说那是魔兽世界。说那是开道铃啊，我说看那个铃叫开塔，那不是开塔铃，是什么呀？金鸟铃。哎，怎么有金鸟铃啊？这白塔不好清洗，这它高啊，老有小鸟在上面拉屎，所以装圈铃铛，风吹铃铛响，把这小鸟都惊走了，不在上面拉屎了。金鸟铃。哦，不要着急做化疗，赶紧去。什么动静了都？那个鸟啊，在上面拉屎。对呀、啊，安全铃铛叫金鸟铃，怎么回事啊？行啊，怎么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就是没事老串串珠子。而且不光这啊，家里教育是吧？打小家教就严，我学习好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哥俩确实发达。对对对，两家院子那一条胡同，老街坊嘛，老街坊，对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是，没有错啊。所以我些日子没到你们家拜访，最近工作太忙，演出太多了。对，上个礼拜，晚上我轮休，是吧？我没事，还没看咱家里人。哦，走动走动，还好去。好啊，那一直看你们家这院门，嗯，一看你母亲怎么了？在院里练功呢。哎，老太太好练早功啊，出到院里一棵枣树啊啊，她练功。哎，练功。走，你等会儿。我妈打树中间钻过去是吗？练功，练什么功啊？铁头功。老娘们练铁头功，那就好打个太极拳什么的，跟他练功啊。怎么了？这脑袋上啊，这有密陀的什么？大便。说话，你什么叫一陀呀？就是他的脑袋上，他脑袋都有。啊，这个叫卷儿，不对啊，是你妈那卷儿啊。啊，要是能动手就别聊天了。你还说他打架呢？你看还客气，就骂上人了都。你骂人了？我哪句话骂人了？你刚才那句就骂人了。问问你啊，这什么呀？卷儿啊？谁的？我妈的。你妈那卷儿？没骂人呢，我这冤枉事儿。你把发字带出来。你妈那卷发呀？是人话吗？这个，说也挺别扭的。发卷儿？你妈那个发卷儿？您等会儿，咱把这主语摘了去吧啊。就说这发，咱们接着归类啊。发卷儿。发卷儿。怎么了？看一根金钗，哎，有根金钗呀！这金钗呢？那是打这边进去，这边出来，那不全都扎死了吗？你妈的，打太阳穴扎，太阳穴扎死了，扎发管上，上面，上面，那下面，你喊停，你喊停，停停停，你来不来一句全给摸锅了？就扎这发管上就行了，对。你金钗是啊，你金钗啊，你操，看你那干什么呢？铃铛，哎呦，这个铃铛，这个铃铛，这是金鸟铃。拉半截上哪拉屎？鸟上你拉倒去。你说的是金鸟铃，金鸟不是金鸟铃，开道铃。对了，我说我妈练铁头功啊，撞车玩儿。那叫什么铃？长寿铃。怎么样？长寿铃。
我母亲过六十大寿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孩子叫上咱老人家，打个金钗，挂个小金人，希望我母亲啊健康长寿，长寿灵。哦，你再出这动静，我一屁股坐死你！这怎么到这儿了？这发的情了是怎么着？我果然大恩有名，您没那么多虚词儿啊。这是你哥你啊，希望你母对变成寿，变寿。我刚怎么说的嘛？长寿，长寿，长寿，哎。这长了是瘦啊，他是给抻面的。不是他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。对，哎，玲玲长寿。是啊，这你们大户人家想的吗？你问问呢，咱这小老百姓哪知道这呀？您听，就看你母亲练功呢啊。哎，嗯，打屋里呢啊，总一孩子啊，有一小孩，一岁多一点儿。是是是，这是这个你哥哥吗？这么高个儿，哥哥这么矮。孙文武大爷就没有那比的，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孤独呢。您说这谁呀、啊？这个？这我儿子呀。谁？我儿子。你儿子？对了。那你长得不像呢。哎，你看他跟你也不像。不干这事儿，长得像他妈。叔叔抱着，都喜欢抱着。那叔叔把玩满了，对，见识比我好，真的死了。这话怎么说的呢？你大人该整话的说，喜欢喜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稀罕稀罕。都喜欢逗我玩，我忍不住逗我。领导啊，一块儿的，这俩名字那就明白了，这长寿的，你这是个孝顺小老人家。我哥有个孝顺他小老人家，又是长寿人。哎，你是你妹妹生的吧？苍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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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屁股。你什么取向啊？啊，别说怎么了，我硬屁股啊。他看你怎么看什么了？领导，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叫什么名儿？百岁这能过百天，他把他妈给打一领导，这叫什么名儿？满嘴没人话了，这都满嘴的疝气呀、啊！你要说我放屁是吧？你还不如放屁呢，放屁还有个味儿呢。干嘛呀这个？你见过鹰腿这么大腿吗？不是百岁灵吗？这不是鹰屁股，这不是百岁灵、啊、这什么灵啊？这叫隐人灵。什么叫隐人灵啊？我不知好打猎，鹰眼睛毒，你说打个野鸡也不死，宝贝儿找着了，人鹰能看得见呢？对一个猛子下来，鹰爪一刀猎物一放，鹰屁股哗啦哗啦铃铛一响，给我爸爸那帮人全引过来了，就为引人，引人灵，就为引人。对呀、啊，把人引过来。是啊，那个灵子叫引人灵，就这意思。咱家不养鹰，不知道这行吗？这是。那天我正看这只鹰呢啊，心说别瞧，怎么的？我得哄你。还没忘这茬呢，你还得找他，是不是？走吧走吧呢，嗯，就走奶奶家去了。我到妹宅了，看你媳妇儿，我嫂子啊，怎么了？正奶孩子呢。好，这孩子喂奶呢。嫂子留了，撂下。看就看人家上手扒了是吧？留啊，留着有我呢，也没你这事儿。我怕你孩子呛你。别甭想这么多啊！这人脏心烂肺，谁脏心烂肺呀？难怪。怎么着？他媳妇确实漂亮，是漂亮。是。对。双眼皮儿大，而且还瘦了呢。是肥呀。对。大个是。你一般一大个儿。上派出所给上户口吗？你现在大型犬，我别这样。一米七三，一米七三，对，好看着呢。我得看多少钱啊？够超的。那个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啊？女大三，嗯，后金砖。有这么句话？他们俩都这样。对，他媳妇儿，嗯，大个三轮。你听，我一骂回来这。女大三轮，女大三，大三轮的。像话，大三岁就了不地了。大三岁。对呀、啊。而且在房子洗，对，说我们这儿俩，我们到门也来了啊，就给买点小礼，你知道小金子洗，买什么戒指、耳朵、耳环、耳朵、耳朵、手环、项链，是，全是他买。对，前那天我看嫂子戴的耳环啊，是上回去西宁买的，哎，有民族特色，我看了啊，戴耳环，是，操，你什么戴耳环？领子，哎，这叫什么名？这叫什么名？引人的你不在家是你媳妇儿，哗啦哗啦就为引人。你妈当初生了你，是不是把孩子扔了，把胎盘养出来了？媳妇儿挺贱，哗啦哗啦全给你。你说就为女人吗？全送你们家去。干嘛？这硬屁股引人灵，我媳妇儿这也引人灵啊。一样一样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正相反，回避灵。你家正相反，回避灵。我们家是大户人家，这我知道。这仨全住一大大院里头，这没错。我老上外地演出去，赶上我哥哥、我兄弟上屋找我来，我不在家呀。你嫂子跟屋里头不方便接待，比如说啊，擦个身上啊，哪个孩子全想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不方便接待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拖着炕头一晃脑袋，这会儿管这小银铃就响了。嗯，外面一听屋里铃铛响了，知道我不在家，就进去了。对。择日再来，择日再来，这有老理儿。老理儿，小婶不见大了歪吧？小婶不见大了歪，回避灵啊！这是几件来着？废话，你问清楚活吧？没有这么瞎安的。你看，老钱了，你
您就别提了。不行啊，我这次春节来，我冲什么来的这个？我说没事，该看都看了，你赶紧。我走吧。不是，想出门要400块钱搁屋里头啊？看什么来你？看也给钱。那你还想干嘛呀你？我说走吧，赶紧走。我说刚好啊，你母亲练完功了是吧？这脑袋血不拉碴就过去。这是我妈也是丧尸啊！你母亲，我这出来的汗，你看我要走啊，拦着我。你怎么着？王梅，王梅。没聊两句就好啊，就喜欢跟他聊天。你跟阿姨叫我什么？你待会儿，待会儿聊会儿啊。你跟阿姨呢？去他这屋。哦，是啊。刚一买油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抬头一看，这房檐上啊，大铃铛，还有那么大个铃铛，铃铛啊。嗯，这边有根绳儿啊，直接进床头了。对呀、啊，这边有根绳儿，绳儿这头有皮套啊，直接引大门外，接门外的。这我明白，明白什么？这叫回避。然后光棍接待，擦吃奶孩子，尤其他见大乖的，别来就别来。我妈都60了，还奶孩子呢。我妈还说怕见大老伯子。我妈那大老伯子早死了。要豁出去，要豁出去，那不是回避流，我妈屋里那叫惊醒流。哎，这流我可没听过。这难怪，这是我母亲小话说。这还有话能讲？哎，这事儿还得打我父亲那儿说。他老人家好奇打麻将后手牌，后手牌也不远的去。嗯，街坊街坊全邻居，可有一节，一玩玩到深更半夜3-4点钟。怎么样？您甭说别的啊，就光夜里回来梆梆梆拍这街门，久而久之邻居就不高兴。有意思，都提意见。我母亲搞的那个小发明什么意思啊？甭管我爸夜里几点回来，不用拍门了，把手啊从街门外面搁在皮套里，外面这么一拉，房檐底下铃铛就响了。铃铛一响，我母亲就明白了，坐起身就喊我，连续要开门去吧，你爸爸回来了，惊醒铃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去年春节，大年初多少啊？16了。16岁就过15，你就别算了，太累了，活的。大年初16是啊，你出去上家玩牌去是吧？玩到夜里3点多钟，经常的事儿，烟头没了啊。他让我上家里拿烟，我说拿什么呀？抽我的不就完了吗？还有烟。玉溪，中华，都是讨厌啊！大麻抽到他嘴上来，来，我爸鬼死的，那烟贵，那也够比那的。中华，对，玉溪中华，没有大麻，抽抽抽。嗯，你不理他不行。怎么了？我就抽中宝。啊，那烟有劲儿，我那烟脏。我爸不有病吗？这边让我拿去是吧？我老头让我去怎么办？烦你一趟吧，我去去吧。我说我们家啊，眼看就快到你们家了。嗯。谁闪到？怎么了？这胡同，嗯，看了一只大黄狗，那黄狗可别招他啊！对街的疯狗逮谁咬谁，疯狗啊！我可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拿起盆仙人掌杵屁股。你怎么那么贫呢？床可坏。是啊，他得把他追我。我信任你抱他局，他能不追吗？你要觉得你跑得过那狗，就跑。你要觉得你这两条腿跑不过他这4条腿，你踏踏实实让他抱着。你有病吧？都这玩意儿商量什么呀？赶紧跑啊！这跑还琢磨呢，这个我往哪儿跑啊？离我们家就往我们家跑。哎，离你们家就往你们家跑。对呀、啊，噔噔噔噔噔，跑到你家门口，我一推门可巧。开着呢，关着呢，关着是巧啊！朝我扑过来，扑着没有？幸亏我反应快，啪！还捞没扑着，这狗多爽，套着皮套呢，是啊，套里头挣扎呀，对呀、啊，一挣扎里边铃子就响了，哎，铃子响，你妈起来喊你啊，不敢的，连续快开门去，啊、你爸爸回来了，别说了。